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，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。一个人睡着，我睡不着，喜欢看书，就看到日出。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，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。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，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？盲目如何变烦怒，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。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。我希望觉悟，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？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？我希望觉悟，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。